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我们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凯蒂猫音乐盒玩，先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吧。盒子下面有发条，音乐盒由上下两层，下面一层是音乐盒。哇，音乐好好听啊，好清脆，好美妙啊。再来看看这个盒子吧，看看里面装了什么呢。哦，有好多好玩的，还有吃的。有海绵宝宝、牛奶、巧克力、发条、小老虎。哦，小老虎好可爱呀。还有迪士尼公主，这是谁呀？小朋友们知道她的名字吗？是我们的梅达利公主，对吧？还有呢，睡美人公主。迪士尼公主拍拍圈，哇，上面的梅达利公主好漂亮呀。哇，她美丽极了。还有一个拍拍圈，上面有两位公主，睡美人、魔力公主。一包糖果，拼装车车，哦，是雪地摩托车。拼装恐龙。它的头上有三只脚，小朋友们知道这是哪一种恐龙吗？这是三角龙哦。拼装美人鱼。它的尾巴是绿色的。一装霸王龙。
小朋友们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，我们每天有更新，记得关注我哦，拜拜。